二，子曰：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悔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八，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服也。十二，子曰：夫而可求也，虽则边之事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十四，子在齐闻笑，三月不知欲味。曰：不徒为乐之至于斯也。十五，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诺，吾将问之。入，曰：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贤人也。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出，曰：夫子不畏也。十六，子曰：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二十二，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三十，子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自矣。三十四，子曰：若性与人，则吾喜感，亦为之不厌，悔人不倦，则可为云矣已矣。公西华曰：精为弟子不能学也。三十七，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